你看这边，今天一个都不许走，你别给老夫站到底！这成分证，这太吓人了，这！妈呀！太残忍了，这人！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们几个也不回家做饭，大老娘喝西北风啊！老六啊，不是为何？我来这儿感觉膝盖发软。早就听闻单身的男子都是怕老婆。 以照顾老婆为荣，忤逆老婆为耻，金鱼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是，感觉这有一群上官婧，你知道吧？这第一个，这就是我跟你说，这我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真的。哎，我换个。二位少主，请留步。我给你哪儿？谁呀？不知道。 在下单川上公司土井，特奉主上之命前来相迎。哎！